又苦又涩，不信你试试。可口，再尝尝。是杨大人。杨大人，杨大人今日怎么这么早来？上次你和我说起胭脂啊，我替你带过来了，来看看，何博士。掌柜的总告诉我缺货，还是梁大人的面子大。大人怕不是用了劈柴树的名头去压人吧？只要施姑娘开心就好。多谢大人。秋烟，你只看着梁大人做什么？茶也不沏。没什么，往日里只见过梁大人办案，说话冷言冷语。今日猛然见到梁大人对施姑娘百般柔肠，还替姑娘买胭脂，不免对梁大人有了新的认识。我去拿茶叶。茶叶先不用了，先拿些精致饭菜来吧，我今日还没有饭。是。啊，真烫。我说你做了几个事，你还不会伺候人吗？啊！看什么呀？难道还要施姑娘替你吹凉吗？你尝尝，好了没？让你尝，你便尝就是。大人，好了。方才尝的很是鲜香可口啊，那是因为你尝的太少，又苦又涩。不信你试试。可口，再尝尝。是你味觉有问题吧？我让你尝就尝，哪那么多废话呀。鱼汤一尝便知，至少熬了五个时辰以上，什么土腥味都没了。梁大人这分明是故意找茬。这里的厨子梁大人总夸的，怎会挑刺？想必是梁大人看你辛苦，故意赏你汤喝呢。哪有，就是和以前不一样。